接下来即将出场的呢，是我们的追风少年。他们曾经在2015年的春晚上为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进行表演，同样他们的节目也获得了5项吉尼斯纪录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，有请。谢谢追风少年，谢谢可爱的四个小伙子为我们带来了充满着青春气息的表演。无论是追风少年亦或每一个华夏子孙，大家肩上都有沉甸甸的责任，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